今日我就配合大家，让杨总裁欢喜一下。你这打扮袂输是制服店的小姐。是你家己哦，硬要选这款短裙仔的，你搁怪我？打扮你回来，但一定有代志。对我来讲，是干那无穿衫夹咧路咧，下时下气。我专工吼，早飞了三年咧。来，你评看嘛，有胖无？我袂评，我袂提走，提走，我袂提走。当初我让你骗去，卖乌嘴给你咧，我才摕到一个金嘛咧。送的拢是你呢，艰苦的拢是阮啦。这孙八孩，咋办啊？我要叫伊后悔。若是要让你子萱离开，我已经计划好啊。一切特别日子，予咱做伙庆祝忧伤随总裁来寻。我绝对做到，予你足满意哦。今日我就配合大家，予杨总裁欢喜一下。你这打扮袂输是制服店的小姐。是你家己哦，硬要选这款短裙仔的，你搁怪我？打扮你回来，但一定有代志。对我来讲，是干那无穿衫夹咧路咧，下时下气。猪啊！不害死你，不害死哦，丽萍啦，拢是我害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我唔是条狗爷。丽萍的命运也是为卖方向，只有恢复伊的心，伊才会当用武器消灭江德兴。你实在真卑鄙呢！你用这种方法来冲敌林子谦。我到底是安怎？那你请你无势力去丈夫伫迄个？你敢有需要甲话讲到遐尼歹听？你竟甲子谦回信的啦？就连婚约哦，我拢要重新思考啊！你若是无结婚，你是咩行使监护人的权利啊？什么监护人委托书？就是讲这个委托书必须要启用伊结婚了后才会生效了。哎呀，我靠死，靠死糊掉，竟然闹到搞到这条。